那平哥先失恭，哎，欢迎你的莅临，感谢你。
道先社工他是在三重，他本身呢，他主事就是祭祀那个神农大帝啊，神农大帝，他就盆栽金币对位就是咱的八神像哈，这个叫王培坤。位于这个三重的这个神农北街啊，就在我们中心桥下去的，到红那个十字口那个右转那个桥啊，啊五股路啊，错了吗？这位是安明彤啊，这位是安明瑞，两位兄弟啊。咱的新疆新民代的信仰，啊，来跟咱保生代的信仰成就，感谢咱的新社工，哦，咱的所有担当书以及咱所有的朋友哈。